姐，你觉得铁妈妈这次会不会真的把两张珠宝店都给他？我没有问过铁妈妈，不过每次小妈一提起这件事情，其实铁妈妈的心跟刀割的一样痛。我真的宁愿铁妈妈把两张珠宝店都给他算了。从小到大，他每次都拿这件事情出来吵，吵得我都快被他给烦死了。你撞到人了吗？撞啊！撞哪里？别那么生气，别那么生气啊！喂，你们在干嘛？我怀疑你们吸食毒品，把身份证拿出来，我搜你们身。那我们知不知道我是谁啊？我们是神奇四侠哎！我是石头侠哎！长手侠，长手侠！我是隐形女侠！长手侠，你被他们的辱了！他擅长软性毒品。霍华总裁，你不是说你们是神奇四侠？另外一个人呢？还有一个飞天侠。放开我！飞天侠在哪里？飞天侠在顶楼，准备飞天喽！麻烦你们帮我看着他们，警察马上就赶到，快点，马上去救人！警察路民生大厦有人意图跳楼，请求支援。感情很要好，那他妹妹跟妈妈都在菜市场摆摊子，我们已经通知他们了，他们现在已经赶过来了。他有受到什么刺激吗？我好像听说他最近被他男朋友给甩了。哎，小娟 ，Jackie， 我可以跟你谈谈吗？不要过来啊！再过来我就飞天了。你千万不要乱来啊！你刚刚你们还没来之前，他差点就要跳下去了。对，他妹妹正刚回来呢，你等他妹妹回来再劝他吧。对啊，他们专案快到了，让他来处理吧。Jackie，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 ？Jackie， 太危险了，等不及他们的专家还有他的家人。听我说，听我说，想办法把他抓下来。姐，来不及了， Jackie， 我不要试试看。小娟，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见 Jackie？ Jackie， 你先下来，我带你去找他好不好？你骗人！ Jackie 在天上，我要飞去见他。如果你真的飞出去了，你就再也见不到 Jackie 了。还有你的妈妈，你的妹妹，你妈妈那么疼你，你跟妹妹的感情又这么好，你舍得他们吗？我舍不得啊，我舍不得妹妹啊，可是如果我不飞出去，我就见不到 Jackie 啊。 Jackie， Jackie， 小娟，你长得那么漂亮，一定有很多人喜欢你，是吗？可是